春雷惊百虫，二月节，万物出乎震。震为雷，故曰惊蛰，是蛰虫惊而出走也。桃花红，梨花白，黄莺鸣，燕归来。古令的惊蛰，色彩万千。万物长，久久已尽，春耕不歇，农人们开始了一年的忙碌，收一束春天的色彩。在春气萌动的时节，带着期望，遵循祖辈习俗，起虎年，全新寄予。